always on my mind. All day, just all the time. You're everything to me. Brightest star to let me see. 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很喜欢你。这个对我来说可是个坏消息。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了。闲话少说，我愿意出100粒珍珠，希望如霜姑娘今天晚上能陪我把酒言欢。我不想跟你多说，请你出去。享有枫叶佳人美称的张敏，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业缔造出来的众多花瓶女星之一。她身材高挑，面容娇艳，气质冷傲，被万千男影迷视为梦中情人。张敏1987年出道，1995年息影，以短短8年的时间拍摄了80余部影视剧，惊艳了整整一代人。上去，这么高，上吧。这个招财老虎放哪儿好呢？这个方位好，风水好，放这儿招财进宝。喂，这个位置是招财神，不是招四郎。哈哈，老婆，你可真是幽默啊！提到张敏，必然提到其荧屏上的最佳搭档周星驰。她是周星驰早期的御用女主角，两人还被观众誉为银幕最佳情侣。可以说，张敏与周星驰的合作从星仔时代一直到星爷时代，她的美艳气质与周星驰的无厘头形成一种互补性的协调。谢谢，请让路。你没事吧？原来你这样珍惜我，从前在热恋中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，女同志？我叫李梦。总行货，哪里留得住我？和张曼玉、王祖贤同一时代走红，从1988年，张敏拍摄影片最多，票房累计最高。然而遗憾的是，从影道路上没有摘夺过一次影后桂冠，也鲜少接受媒体采访，但只要有他出场的影片，总会留下惊艳的一抹印记。除了周星驰和刘德华，演艺之路并不算长的张敏，却在短短的8年间与多不胜数的港台巨星有过合作。香港影坛这一批风华绝代、气质独特的女星们，几乎都在1995年后选择了渐渐隐退，张敏也不例外。在1996年拍摄完电影《十兄弟》后，她便淡出影坛，全力经商，享受平凡人的淡然生活。如今回看张敏曾留下的一幕幕倩影，不禁感叹：红颜易老，刹那芳华。但曾经的美丽，最终还是留在记忆深处。